家好，我是莫兰。前不久呢，刚刚摘了一些佛手瓜，现在又有好多长大了，需要摘。这边有藤蔓垂下来，我给它扶上去。您看，又开了这么多花。这种就是雌花，这个花一开的时候，它下面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小佛手瓜。授粉后第二天，佛手瓜的花就合起来了，之后佛手瓜就开始迅速长大。那些没得到授粉的雌花，它就继续张开着，过几天就自己脱落了。佛手瓜长得特别快，授粉后20到25天就可以摘下来吃了。如果要想留作种瓜的话，就让它多长一周左右，之后再摘下来避光保存。遇到连阴雨或者干旱，都有可能导致大量落花落果。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雨，你看地下就落了一些花和果，好可惜。这些都要摘，很大了。这边也有好多要摘下来。哦，双胞胎。这些都太大了，不知道已经消耗了多少营养。黄叶我给它摘下来，给佛手瓜传粉主要就是靠蜜蜂了。如果您院子里蜜蜂比较多，那授粉率就比较高。好了，今天就摘这些吧。架子上还有这么多，过两天再收。摘完之后，我给它浇点水，直接浇到根部，慢慢浇，浇透。现在咱们就来数数有多少个。5个。10个，12，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。35、36，这些是36个，加上以前收的38个，一共是36加38，74个。